遲咗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。喂 ，Kevin， 你最近嗰邊忙成點啊？今年咧嗰個初創有明天咧又搞翻啦，我啱啱先見曬參賽者咋。咁今年有幾組參加？今年參加人數唔夠啊，所以咧報名嗰啲公司全部都要自動入 second round。OK， 好，講翻正經嘢先。今日 agenda 開完，唔該 ，Ice。OK，Carrie， 不如由你開始報告一下我哋嘅會員嘅活動近況。